你看我今天的睫毛有没有不一样？这是我新买的睫毛膏哦，有没有很厉害？啊！可是你这边睫毛都擦掉了，而且还有苍蝇腿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？对啊，你自己照镜子，你自己的女人。对，真的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挑对睫毛膏。来试试台湾这支很厉害的睫毛，它是长颈鹿睫毛膏。嗯，这个刷头也太小了，跟我的也差太多了吧？ What？我跟你说，因为它很细，只有 2.5mm， 所以可以照顾到你长短不一的睫毛，每一根都能刷到，刷完就会像太阳花一样，睫毛很炸很卷翘哦。好哦，我试试看。我的睫毛啊，它没有上睫毛膏之前是有一点细软，然后有一点塌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刷哎，刷没几下就变得很翘，然后它连我前面这个很短的睫毛都可以照顾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刷完真的很翘哦。你看一下这两边，真的哇，差的超多哎！我觉得睫毛对一个女生真的很重要。或者这边很炸，你这边的睫毛有没有放大很多？是超级卷翘的，真的超级卷翘的。你这个睫毛膏为什么没有找一点弄？哇，你有没有发现真的超卷翘、超纤长的，像贴仙子毛一样？我转侧面给你看一下。真的超卷翘的，哇，效果很好哎，是不是？不止这样哦，从底部就帮你的睫毛定型，所以可以卷翘一整天，这么厉害，那就是一整天都不会塌喽。没错，而且它有抗晕配方，碰到水或是眼皮出油都不怕晕妆喽。我已经带妆8个小时了。但是你看，完全没有塌，还是很卷翘，也没有晕妆哦。睫毛膏真的超强的，真的拯救了我的睫毛哎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你看你什么时候睞毛可以这么漂亮，这么长？从来没有哎，用过这个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的睫毛可以这么漂亮。